写这一篇哈、这一篇是从这本书家壁里面找出来的李清照的宋朝的李清照的渔家傲，叫傲的傲哈。那我已经写了六七章，一直都因为字都有大小的变化，其实第一章就刚刚好了。第一章的字自己不满意，就这样子，就是自己创作的作品，通常很难一次就成功。前面写了六七章了，现在下面的这一章就写到最后三个字没有地方写了，所以在前面来控制，我放在下面不是就是要控制它再多出来一股格子哈，这个字都可以大小变化。第一个字都要写比较大才会大气，那这个我都是折好了，我留天，天很重要，要把它接云海连小雾，我就把它稍微再靠近一点，转过去，想办法给它多一个，就是一行多空一个字出来哈，后面三个字就有地方可以写了。连小桥就是早上的做了一半就要开始看整个了，因为第二行的第一个字是跳舞的舞，这里有点难。
折到我们折的和天地，好，我们已经第一行把它都空出来一个字啊。那这个房要写大字。字都是要写大，那这一个写小，现在要写大。
还是瘦一点。这么大，这里来这么大的，我们先要想办法空出后面三个字没有地方写。什么我们写的是很草书，这是派出所的手。我们尽量不要拉长。过了一半就要控制，可以到那个下面地的折线。这个小字，这个写大一点。
天于阴晴，勤劳的勤，请问我归何处？阴晴，我们要的格子已经都有了。所以还要留出一个字，
后它是草书的我，路长，路长。看一下全部，好，这个任给它控距离控一点点。
因为墨非常干，所以我必须要慢慢写。朋友。
光休休息的休，一二三的三，
是要换小的饼。写了六七遍了嘛，是，我已经清楚从哪里开始写。啊，看这个字，不要在中间。上面可以多，就是一，作者李清照。
的这个钱财，两袋钱才会能够赚回家。好，来，现在来盖章。稍微空半个，这个印章最好，如果是刚好是同一行印章，最好是跟肉粉的字差不多大小。那这个留印章，一个印章再少一点点。那我说过要盖章。不要滑的哈，那我是选这个有线可以对的。印章这么大。不要歪掉，找这个很清楚的线的最好，这里有一条很清楚的线。书画棉纸店有卖这种盖章的印章的灰哈，可以用，那我用不习惯。我用两个章，一个是我的家乡的章，先盖我的姓名，一个洋章叫做朱文，这个科字刻下去的，这个是阴章。好，嗯，位置留好了，落款在左边，上下左右中间四个角，肩要用力哦，一次就起来才不会跑掉。
这个是家乡的名字，这个可以留一个石头的大小，也可以大一点点，看看上面多少，下面最好少一点。那我们就给它留一个，再多一点点，留一个石头的宽度，上下左右四个角中间。一样，我的有的找到的是这一条绿色的线，上下左右四个角，中间用力，全身的力量，抓要抓在下面，不然会倒下来。全身的力量都要下去。好，我这边想，好，这个我们刻钻刻章，这个软的石头刻完之后都要敲。跟所谓的那个开运章是不一样，开运章是刻全部都连住，开运章就是不可以有缺口。好，再来盖前面。银手章，最前面盖银手章，这个作品如果是临摹名家的，临摹别人的还好，他就是已经算好了哈，算好不是啊，自己要创作的时候，通常不太容易字数刚刚好，四行五行，因为我们字都要变化大小。这个是我刻的章啊，放逸写生。那些章都是自己刻的，一样，就是上下左右中间。看一下有没有都沾到油，印泥油。银手章开高一点，银手章不要用方的，银手章不要用圆的，银手章可以用不规则或长的，或最好刻就是四方形长的，这样子的就要会安排，它会戒边。好，我是靠在最，不可以盖到这里来，那里表背的话会被那个表背的去
切掉了，切掉了。我看着这一条线，我看着这一条线。肩，四个角，中间要很用力，四个边，因为我们现在是用全身的力量，因为这个录这个直播。手机的关系，好，还是会影响的，但是这样子就符合篆刻章破破的啊有灰白的效果啊。好，我们已经完成了。在影片上稍微整理啊，有些摇动啊不理想的把它去掉，完成了哈，谢谢观赏。